又难怪佢两个睇到眼定定嘅，佳欣藤原纪香身为性感女神，真系冇乜边个男 fans 走得甩噶。纪香1992年选美以日本小姐冠军出道，1995年就参演第一部日剧《爱情脑震荡》，到1997年凭住《恋爱世纪》爆红，成为新一代水着女神。2000年，纪香仲出现喺港产片嘅大银幕《妈成成》拍《雷霆战警》。点知又传佢哋嘴出真感情，戏假情真，塌着添啊！不过成成并唔系女神嘅真爱，纪香2007年嫁过俾鞋星镇内智则，可惜2年之后离婚。到旧年终于都揾到真命天子，亦即系半泽直树男星片冈爱之助啦。佢哋今年3月仲登记结婚，今个月底补摆喜酒，收成正果啊！苹果 App 新功能，苹果即时新闻新增自选排序功能，最 hit 最新最关注，任你拣。